您好，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我是张雅婷。被誉为全年没有旅游淡季的泰国是国人旅游首选之一，除了大家熟知的首都曼谷和巴达雅等度假胜地，越来越多人喜欢到泰国北部亲近大自然或是参访古迹。接下来带您到泰北的清莱市，走访白色为基调的白龙寺和黑色木造的黑庙，这两座被游客誉为天堂与地狱的寺庙，唯有亲自走一遭才知道各种感受。白色建筑造型华丽，精雕细琢的佛像和神话人物让游客叹为观止。位在泰国清莱的著名景点白龙寺，人气不输其他金碧辉煌的寺庙，由泰国知名建筑师打造，预计耗时90年新建，至今尚未完工。同样在清莱的另一个著名景点，黑色木造建筑，当地人称作黑庙，里头有骇人的动物头骨和鳄鱼皮，让人看了不寒而栗。这是泰国艺术家新建的博物馆，专门搜集各地千奇百怪的物品，邀请游客前来试胆。白龙寺和黑屋博物馆两座截然不同的建筑，被游客形容是清莱的天堂和地狱。下回到泰国，别忘了造访黑白双庙，欣赏清莱特有的艺术文化。中央社记者刘德昌清莱报道。法国巴黎《查理周刊》遭到恐怖攻击，12人因而身亡，引起全球震撼，纷纷举行大规模反恐游行活动，悼念罹难者并声援言论自由。幸存的《查理周刊》员工在案发后第三天就着手编辑新一期刊物，14号出刊的最新一期昵称为“幸存者版”，以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手持“我是查理”标语的漫画作为封面，重申反对恐怖威胁的立场。巴黎民众威力挺言论自由，出刊当天清晨天还未亮，就陆续到书报摊排队等候开店，民众购买踊跃，最新一期周刊上架不久就销售一空，供不应求。Parce que je pense que c'est un bon moyen pour lutter, pour exprimer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La société pour le bruit, mais c'est bien parce qu'il faut qu'on parle de cette chose et parce qu'il faut parler, il faut lutter maintenant.On est un pays de liberté d'expression, donc je ne vois pas pourquoi on ne pourra pas imaginer quelque chose. Et j'imagine bien que Dieu, s'il existe, il serait bien content aussi de lire Charlie Hebdo et rire parfois, comment on peut se moquer des choses sans être insolent et irrespectueux.也门盖达组织领袖日前公布网络影片，宣称犯下《查理周刊》枪击案，并表示是遵守盖达全球领袖萨瓦里的命令行事。中央记者曾英璇巴黎报道。高举标语呼吁包容，在德国总理梅克尔等德国政要带领下，上万民众在柏林布兰登堡城门广场举行大会，追悼巴黎恐怖攻击事件的罹难者。伊斯兰组织负责人、犹太教教长和柏林基督教堂主教多位宗教领袖都出席，呼吁宗教共存、族群共荣。Wir haben heute uns hier versammelt gegen diese unmenschliche Attentat, was in Paris vor Charlie Hebdo passiert ist, und wir haben für uns versammelt zum Solidarität mit den Leuten.Und auch gegen Fundamentalismus. I'm a Muslim in solidarity with the victims of Islamism in Paris, Nigeria, and worldwide. ISIS, Al-Qaeda, Boko Haram, and so on. You are true and a big shame for Islam and the whole humanity.在伊斯兰教经文朗诵声中，民众为法国恐怖攻击死难者默哀祷告。柏林的民间团体更在广场上设立一道友谊之墙，邀请民众合照，展现团结。It's a demonstration, and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in France, and we try to build a wall of friendship, it shows that we belong together and we hold together.就在巴黎惨案发生之前，去年在德国东部发起抵制伊斯兰教的相关集会，海外的气氛浓厚且具有扩散效应。德国政界告诫民众，千万别让巴黎的恐怖攻击被炒作为排斥伊斯兰的议题。中央社记者玲玲柏林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中央社记者贾佳楠为您泰国曼谷报道。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中国大陆日前片面公布4条新航路，预计3月5号生效。其中南北向的 M503 航路距离海峡中线，也就是台北飞航情报区边界，最近只有7.8公里，严重影响台湾空防和飞安。交通部表示无法接受。大陆国台办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强调 M503 航路的正当性和安全性。M503 航线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的一项常规工作。已于2017年与美国等国的航空专家合作完成了该航线的设计及评估工作，并经国际民航组织核准。该航线运作精度、安全性及可靠性符合国际规范。民航局表示，大陆去年底曾和台湾谈过划设 M503， 双方尚未达成共识，大陆就透过国际民航组织运作贸然划设，单方面进行公布，我方实在无法接受，要求陆方应该和我方继续沟通。对此，大陆国台办表示欢迎。它的开通也确实是大陆经济发展民航事业发展以后所必须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台湾社会那么多一份理解那么少一份疑虑。至于台湾目前爆发 H5N2 和 H5N8 禽流感疫情，殃及鸭和等水禽类动物，大陆国台办表示，近期没有从台湾进口畜禽类产品。两岸双方近日会根据已签署的医药卫生合作协议密切联系，相信能做好防控管理工作。中央社记者周慧莹北京报道。雪花片片飞舞，电影《冰雪奇缘》主角安娜和艾莎公主高唱 Let It Go， 让大小影迷听得如痴如醉。《冰雪奇缘》堪称是今年最受小朋友欢迎的电影。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特别举办冬季限定活动，邀请担任艾莎日语配音的日本女演员松隆子和演唱主题曲的 MJ 担任特别嘉宾。松隆子去年11月底宣布已怀孕6个月，将于今年春天生产。出席活动当天，她身穿一件灰色大衣，遮掩即将临盆的大肚，脸颊略显丰腴，精神奕奕地向游客挥手致意。白天的游行花车之外，夜晚在迪士尼灰姑娘城堡墙上也立体投影出安娜和艾莎唱歌的电影片段，灯光秀搭上烟火震撼全场，令游客惊呼连连，赞叹不已。装设综合报道。台湾自行车节在全台热闹展开，观光局积极拓展观光，今年首度增加澎湖路线，吸引单车爱好者们骑进澎湖，希望让所有的人都了解到澎湖是一块美丽的岛，澎湖值得你来旅游。由于7月复兴空难影响，澎湖观光在今年8月份旺季比去年同期减少超过20%。观光局趁着单车节组成澎湖骑士团，并安排4天3夜的行程，用骑自行车方式踏遍澎湖本岛外，还搭船前往吉备、望安、七美等各离岛，以跳岛的方式畅游澎湖，带动离岛旅游人气。一些澎湖的景点不是说我们走大众路线可以看得到的，就必须要我们用单车的方式穿梭在这个滨海的车道，还有一些社区的巷弄里面才可以看得到一些的情景。单车骑士们除了驰骋澎湖当地庙宇和传统建筑等著名景点，也深入体验在地生活，品尝美食特产，参观澎湖野生仙人掌将果实去刺削皮制作仙人掌冰的过程，及秀珠雷制法体验，各式旅游卖点都让旅客啧啧称奇。主办单位也希望透过单车节活动带动人潮和钱潮，提振澎湖观光。中央社记者李欣怡澎湖报道。带您关心中华职棒，
2015年中华职棒赛季将在3月21号展开，四支球队也陆续展开春训。特别的是，除了原本就积极经营桃园主场的 LAMIGO 桃园，今年义大犀牛和统一狮都宣布要加强高雄和台南的经营。中信兄弟也计划认养台中洲际棒球场作为第一个主场，让今年的中华职棒更加在地化。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我是张雅婷，我们再会。